创作的，叫做歌名怎么跟大家说一下？西斯拉斯。对，因为他给我的那个资料上面啊，写西斯拉斯，可是那个豆硬要用那个，那是哪个豆？豆芽的豆。对，那个但就是有特别的意义吗？就是想说，就是男孩就是守护着女孩和女孩的爱情，然后啊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说我们。就是女孩可能也代表着音乐，然后我们黑马乐园也会誓死捍卫着音乐。之前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讲，今天是我们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把这最后一天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也能把你们的热情借给我，谢谢。喂，穿越狮子的街口，握着你柔软的小手，这次不会错。请不要问我为什么，爱不爱不需要理由，就跟着感觉走，就算了。
谢谢。因为主持人的麦克风还是没有电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再抢一下你的麦克风。那个大辉不好意思哦，他又没有声音了，可以救救我的麦克风吗？黑马乐团，可以看一下你们衣服后面吗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不明白？因为我们是来自华冈艺校的，然后华冈艺校那边有那个条记录叫三十后，然后三十后也是我们就是前一个团名，我们叫三十后乐园，然后现在改叫黑马乐园。所以算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就对了啦。我们鼓手设计的。哦，鼓手设计的，默默躲在后面啊。好啦，谢谢你们黑马乐团，谢谢。还在修复当中，我们下一个第十团要来到舞台上的是